죄송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 괜찮으시겠어요? 没事, 没事. 实在抱歉. 여기 티슈. 好人. 这个你带上。不用了，这个带不上飞机。你要多笑一笑。 多笑一笑，运气才会更好啊！Welcome to the This is Korea Airlines 7665. We were struck by a thunderstorm and lost the momentum of left engine number one. 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飞机驾驶舱的无线电收发器，向军方求救。我们要尽快补充水和食物，比如这个。我猜它营养价值很高。 已经没救了，这些果实有很强的腐蚀性。飞机驾驶舱落在了山的那边，我目测到达那里最快也要2天的时间。唯一存活的方式就是尽快抵达那里，找到无线电收发器，打起精神，准备出发。我在前面开路。 按照本合同，如果受益人遇到意外，最多可赔付600美元。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吗？人，我警告你，这事儿你丫逃不掉，等好人全票吧你！欠我们赔半年的工资了。快点，快点！ अरे अरे तुम लोगों ने देखा वो बंदा गुम हो गया
वो बंदा मेरे पीछे वाला गुम हो गया वो गुम हो गया वो क्या गया वो गुम हो गया चलो चलो 哎呀，是你啊！哎，吓死我了！快放手！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我。什么东西啊？阮宁，看一下什么情况。是为了提升灵活性，现在我们都是他的猎物了。有石油，石油不应该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吗？通常是这样的，应该是地壳的关系，上层的岩石剥蚀，地下的油苗这样冒出来，就不足为奇了。哎呀，只要是有一个金属的东西就好了。金属，这个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是小伙子，这锅应该对你很重要吧？已经没用了。哦，好。哎，有了。哎，真的用火了，厉害啊，老爷子！哎，幸亏有它，好好拿着，我觉得它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好像有灯光。会不会是救援队来了？救援队？有可能啊！啊！我去看看。这大晚上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你们可以带着，我跟他去。想了一个办法，分开吧，这样只让他关一个，看不到东西。
向。我数一二三，咱俩往反方向跑。一、二、三。Ugh!
那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一个个说说干嘛？难道是不想让他死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制造意外拿到保险金吗？啊！你想死，我还想活。太好了，驾驶舱没有烧毁。去找无线电收发器吧。我没有放手。
Smoke emerging from the nearby uninhabited island, it might be the signal sent by the survivors.